胜之不武呀。叫胜之不武，叫胜之不武。有一句金玉良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打球荒。这回营业中正赶上这就是灌篮第二季中的舌尖上的灌篮环节。一人吃了四个馒头，平时的饭量，正常的饭量吃多少个呀？七个就是三三小口。三三小口。他说吃七个，他说早饭吃七个。公饭的话，你要照饱吃二十几个吧。七个三三牙饭，那吃饱要吃几个呢？七八个吧，吃八个就差不多。八个就吃饱了吗？没吃饱过。雪碧挺好喝的。雪碧是谁送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哪，白敬亭送的。有一种看别人吃的香叫真香。不过吃饭这件事儿，选手们对于数量的要求达到巅峰之后，开始对质量提出了要求。西瓜这些可以来一点，我觉得。明天吃西瓜，肉少了点，那个整点牛柳什么的。不喜欢吃肉，就这个肉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直吃。明天多搞点肉。我的意见是多来点蔬菜，因为肉确实有点太多了。对，肉太多了。太难了，理解万岁了。水平再高的大厨也做不出让所有人满意的菜，不是？节目组的餐吃的不尽兴，小伙伴们还有开小灶神器，饿了吗？对，我是外卖，啊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在外卖送来。哎，你卡路不要了？要，谢谢。你要不要父母啊？你慢点走啊。这个鸡啊，全国都有，但是我觉得长沙这边做的吧，有点。还是有点辣，我吃不惯辣，吃不惯姜。你说剧组盒饭吃一天两天行，那吃连吃一个周十天八天的，那真扛不住，那营养也跟不上。我这么强大强度的训练是吧？给节目组提个建议啊！我太难了。哎呀妈，我就不行，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就有点那啥，就有点饱了。我这吃的你们看着不太好吧？我分你个鸡腿吧。